大家好啊，我是美廉的杨医生。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单位呢，就是乐平神造的音乐花园。我们是建造的一个低层的单位的。虽然是低层，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它的景色是非常之开阳的。首先带大家望一望咖啡厅，客房分明，简洁的装修，非常之适合投资者，装修都悭埋，而个景色非常之开阳嘅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花园在罗宾神道来讲，它的房甚至乎是厨房都非常之大够用的，看到个厨房的设备都齐全啦，橱柜非常之多，系咪都有个雪柜位置？嚟紧咧会带大家望一望欣华花园嘅房啦，佢每一间房都可以望到罗宾神道嘅景色。而如果是自住客嘅话，呢啲房系非常之够用嘅，甚至乎可以享受罗宾神道呢个半山地段。嚟紧会带大家望一望嘅主人土。到最后啦，如果有任何关于欣华花园甚至乎西半山嘅资讯嘅资料，可以打俾我 ，Louis。